太膨胀了，应该认真一点。我把对面当 SS 在打，挂了。那、啊、你会不会追我？登登好吗？暴怒的人挑起争端，暴怒的人。哇，龙马哎，神秘神秘，龙马夜叉，恭喜发财哦！文书吧。应该是新教队友 AS 的，我方选择英雄，我心要五，嘿嘿嘿，C3刀锋木甲绝，雅莲打野，好，玩得不错，玩得不错。他们也不知道强视角，也不会选，哎，看得出来。但是对面一楼、二楼拿了龙马加夜叉、啊，还剩十秒，这很对劲。不要狙兵了，那、啊、这样的话我就不狙了。哦，这太阳也是推兵线的。我敌人消失，敌人消失。哎，又来了，要是我啊。是怎样啊？OK 回家回家回家，对面让我的，对面这个龙马跟那个汉雅玩得不错，对啊，他直接送幸福，哎、欸，太阳直接去中路吃兵了，不、哦，也是流氓。哎，哎呀，死了。太阳凶猛哦，敌人消失， 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。 这视野怎么可以让他抢走嘞？刀锋捉红刀，可以可以，哈，双杀，单杀，不好。哇！哦，糟糕了耶，瞬间变平平了，身材很溜，没有了，暗灯好吗？啊，不要单杀两次，不行不行，太膨胀了，应该认真一点。我把对面当 SS 在打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龙马，没事的，我都懂。乖一点，别太冲。
谢谢桂林100金啊，有没有打？你有没有打巅峰啊？这个很好玩哦，它可以训练你的 EQ。对啊，就是变成全单排，它会给你几乎都是星耀的对手跟队友。对，我这玩了大概5把了吧，我有打5把了吧，这样打下来我挂了。那你会不会追我？看灯好吗？差不多就这样，全单排，然后看分数。他这个前打到前100名，传说对决会送你外套。他好像前500名会给你一个什么特制的传说黑卡。都这样吧。第三都到中了才喊敌人消失。哎，我下路老早就推掉了，哎 ，QQ。哇，那个刀锋太爽了吧！我看他随便刷都一堆人呢、啊。这个模式是不是出刀锋就对了？啊，呵呵。敌人消失。哇，如果这个零零还没改版的话，我应该玩爆零零。哎呦！可以可以玩看看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打野再练练吧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我靠，萨尼，你这个坑啊！5800的萨尼啊，哇，他完全被他们刷假的。开始撤退，回防基地。别啦，别啦。回防基地。回防基地。新年快乐。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哎，你们去吃魔龙啊，对面的。不是啊，这个雅典清理一线。人呢？啊，队友又全死光了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
哎，不错啊，不错，玩得不错啊。咱们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队友是长什么样子啊？星耀五啊，他说打野要练练。星耀五 S， 星耀四，这边来 S， 然后历史 SS， 星耀一 S， 星耀五 S， 哦，不是吧？